毕加索、库尔贝、梵高、达芬奇，这些在世界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艺术家，他们的作品一直备受追捧。然而，在这些肉眼可见，本期逛博，我们将走进成都红美术馆，这里有一场名为《不可见 X 射线下的艺术》正在开幕。本次展览的作品均来自法国的当代艺术家泽维尔·卢舍斯，他用医用 X 射线对法国艺术馆内的经典作品进行再创作。毕加索、库尔贝、梵高、达芬奇等人的经典作品被 X 射线重新解构，转化成为另一种艺术语言，新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此次展出的作品其中不乏有世界名作，例如来自文森特·梵高的自画像，莱昂纳多·达芬奇的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和美丽的费隆尼耶夫人，毕加索的两兄弟，古斯塔夫·库尔贝的